without you. I can't laugh and I can't sing. I'm finding it hard to do anything. You see, I feel glad when you're glad. I feel sad when you're sad. If you only knew what I am going through, I just can't smile without you. You came along just like a song and brightened my day. Who'd have believed that you were part of a dream? Now it all seems light years away. And now you know I can't smile without you. I can't smile without you. I can't laugh and I can't sing. 又挺长时间没开马六出门了。今天开马六去修配厂，把我马三儿取回来。昨天晚上老板告诉我，马三儿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，可以过户。把马六的电瓶也保养一下，正好今天天气看起来还不错，冷一点，但是晴天。看来我奥德赛的内饰清洗也完成了，等下午回来看看吧，在这晾着呢。卡宴的报警线、刹车盘片都到了。包装上写着途锐 Q7， 没毛病，都大众集团的。来过户外检，还行，车不多。这是一个车辆管理站，不是车管所。要说汽车装饰里面地胶这东西真的是非常坑人，特别是对于这种小车，本来空间就没多大，弄上去之后里边也是藏污纳垢的，没什么实际作用，拆还特别费劲。它这个地胶安装的时候是压在了主驾驶座椅的滑道下边，我还得拆螺丝，好在家里有工具。哎，这点活干的真的费劲，就为了拆这么一块地胶，干嘛手造的。地胶都撕掉了，这是原车的地毯，这多好，实际上也不脏。然后我早上去过户的时候，车管员找车架号，拿壁纸刀把我的地毡割了一块，打开看了一眼，诶，车架号呢？这是长安福特马自达，不是长马，车架号在这个位置。哎，你说我也不敢忤逆他们呀，太不专业了，太不专业了。离合器贼高，再一个它换挡特别重，这手感正常吗？那行，离合器高就高吧，调不了，说是液压的。其他的毛病现在是前挡有点花，有可能是太阳膜老化了，再就是风挡清洗不喷水，其他的还有啥来着，后悬挂异响。把这车收拾成这样确实挺开心的，今天去把户过了。感觉交管站办事儿有些方面不是很专业，但是确实人少不排队。牌子本地邮寄收了我30块钱，有点宰人了吧。同城快递10块钱妥妥的。排气加了个不锈钢围嘴，非常低调的那种，腰部裸着有点不太好看。其他方面的话，内饰我今天把地胶给撕掉了，然后换了原车的脚垫，整个内饰清洗之后效果还行，够用。主要是方向盘套扔掉之后，发现方向盘非常新，挺开心的。卡宴的雪地胎也到了，这个尺寸能买到就不错了，295/351，1100多一条，一共4条，还可以吧。就是拆装比较麻烦，21寸轮圈。现在马三儿机修还剩的问题，一是玻璃清洗不喷水，有可能是电机烧了；再就是喇叭不响，喇叭不响的话肯定是硬件问题。早上试了一下线路，接了一下灯是亮的。其他的话，后悬挂还是有异响，前悬挂整备的比较多，后悬挂之前可能被忽略了。我今天过户路试的时候，感觉后面异响有点多。再就是前挡玻璃下边这一块有一点糊，有可能是太阳膜老化的问题，把膜撕掉试一下，看能不能好一点。其他的离合有点高，但因为是液压离合器，可能就处理不了这个问题了，慢慢适应吧。
手动挡的挡杆儿，这个配件我买了，挡杆儿、挡球加上防尘套，但是还没有到，等到了之后换上再说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一套开关总成手感特别差，不回弹，可能是拉线上锈了，不行，把拉线再换一下。这车买车花了3000，修车花了13000，知道为啥留着车了吧？因为它其实是有维修价值的，没有事故，内饰相较而言又比较新，一手知根知底儿。有这些前提条件的话，不考虑市场价值，还是留着比较好。啊，中控的主机我换了，没有恢复原车 CD 的原因是，这车有可能之后，我哥或者是家里亲属开，他们更喜欢有这种大屏，看着导航或者是倒车影像，连着手机蓝牙，别按我的方法去给他们整备了。原车的绒布座椅只是做了清洁，马三儿这车后排空间有点不太够用，除此之外的话，四轮独立悬挂开着还是有一定的驾驶乐趣，但可惜是 1.6 动力多多少少还是差了一点点，之前熊孩子画的那些画还有洒的饮料都处理掉了，但多少还有一点点痕迹能看出来，先这样吧，等完全修完之后再说，单独给马三儿做一期视频。